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伟宏，大家晚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很多的决策，就是很多需要做决定的时刻。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所有的决策都分成两种状况，一种叫做理性决策，第二种叫做有限理性决策。那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属于有限理性决策这个范围。那我今天就要来为大家讲解所谓管理学上面的理性决策跟有限理性决策。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念管理学院，或者是在念大学商学院的朋友，有在读管理学或者是行销学这方面的朋友，或许你会对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熟悉。Simon 是一个美国的管理学家，还有社会科学家，他最有名的就是去研究理性决策跟有限理性决策。那所谓的理性决策呢，在经济学上面，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假设，近乎完全不存在的非常完美的假设。它假设的是一个人能够拥有足够的资讯，还有决策的能力，可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式。决策者在决定要采取任何何种策略的时候，可以借由收集资料，找寻交替的方案，并确实了解各种方案它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最后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佳方案。当决策者再次遇到相同的抉择状况与方案，理性决策的这个理性决策者，他永远会做出相同的抉择。理性决策的这个状况，在许多条件下面是不太可能会被成立的，就是时间不是无限的，资讯绝对是不对称的，目标不清楚，或者是替代方案太少，这些都是这个状况之下它不太可能产生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决策的状况之下，决策通常都是不完美的。那在决策往往是建构在非完美的资讯之中，所以这个被称为有限理性决策。那决策者在资讯处理的过程之中，往往因为组织给予的限制，还有选择的是让自己满意的结果，或者是让组织满意的结果，而不是最完美的结果。在行为科学上面，这个叫做满意模式。有限理性就是建立一个很简单的模型，然后从问题中萃取出最重要的特性，而不是抓住所有复杂的事项。Simon 这个人，我刚刚念错了。Simon 这个人，他就是研究有限理性决策最重要的一个学者。那首先你要去假设合适的时机，因为时间跟资源是有限的，资讯不完全透明，也不完全对称。最后在可行解中去寻找成功的函数、有效目标函数，最选择的选择，依目标函数去选择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这个就是所谓的有限理性决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每天在做的决策内容都是所谓的有限理性决策呢？那 Simon 的决策三部曲，它就是智慧活动、设计活动跟抉择。所谓的智慧活动，它就是所谓的情报活动，就是收集决策者所需要的资讯条件。然后呢，设计活动就是创造还有发展可能的方案。那抉择呢，就是实际选择去执行的方案。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修过商学院的课，因为我觉得很复杂，而且我不想要去冒险，就是去多修了一个学分，然后被当掉，造成自己可能就是平均没办法到达某个分数以上，或者是说可能像那种选修的科目吧。对我这个文学院的学生来讲，它是一个就是选修的，不是必修的，即使被当掉，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可是事实上，我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是有点强迫症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当我去选择要修这个学分的时候，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去通过，所以我没有去修过商学院的课。那后来我自己是有点感兴趣，所以才会去稍微的去研读了一些管理学啊，还有行销学这些书籍。那当然，我觉得其实管理学跟行销学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学问，就是很理想主义的学问。它就是
就是把一切都假设好。可是事实上，当我自己本身在做那个乐器行的副店长的时候啊，我发现很多状况它其实是你完全没办法掌握的，而且尤其是管理学、行销学，你根本不可能去，你的部下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就你底下的人根本不可能是书里面提到的那些状况，甚至你用书里面得到的知识去推论都不太可能。那你遇到的客人，或者是你遇到需要就是跟你竞争的那些竞争者，往往更不可能是像那些就是管理学或行销学的书里面那么的喝到顶。也就是说，你可能在面对实际实战上面，你可能这些知识对你而言都只是一个参考而已，甚至可能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但是如果说假设，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应付学校的考试，或者是去应付一些公家机关的考试等等，这些东西你可能就必须要非常熟悉。所以说，在读了很多的，就读了这些管理学的书啊，或行销学的书之后，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心得。然后呢，上次有一次扫墓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堂哥在那边，就是他就戴着一个蓝牙耳机在开会，然后他就因为他是主管，然后他就说，他跟我说他在开会，我就说你开会你也不过就是戴着耳机在那边听电话，你那个叫什么开会？你一句话都没讲。他就是说我只要一开口，我是主管呢，我一开口我就要骂人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可怜的还是你底下的人啊？你跟我说你的厂长来，然后看到那个绩效不如他预期，他就叉叉你，然后你就只会去叉叉你的部下。那这样子，你的部下心里很叉叉的时候，他就东西就做不好，他反馈回来，其实倒霉，这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然后他跟我说你不懂，那对啦，他是认为我不懂，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是一个管理学的高手，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你管理什么？你管理你家的那一只狗吗？就是我上一部影片抱进来的布丁先生，好吧，我无话可说。今天不过就是拍个影片跟大家闲聊一下。其实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讲说，不管你读管理学或者是行销学，你不管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你只是基层的员工，或者是你已经是个大老板，带人还是要带心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愿意在出生就在最低层的，也没有人他有能力愿意只是一个中阶的主管或高阶的主管，大家都一定想当老板。所以带人还是要带心，你不管你熟读管理学或者是行销学，你还是要深谙人心的这一个角落，你还是要去熟悉你的员工心里在想什么。虽然说我觉得管理学或行销学它可能是一个空谈，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去应用的话，然后再去搭配你自己内心或者是社会实作上面遇到的每一个经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你成功的圣经。这个学问呢，能够流传下来，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所以，大家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再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发自内心的去思考，你自己现在身在什么角色，或者是如果你是底下的那个角色，你会希望你上面的角色是什么对待你的？这个只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话，虽然只是一些很无谓的话 ，OK， 因为我也不是老板啊。最近我稍微有点忙，然后那台就是我这礼拜在吃，就是昨天前天啦，应该算前天，我坐在 Seven Eleven 里面吃泡面的时候，外面那一台就是黑色宾士又开始在乱停车，然后又挡到别人的车，
然后一样有一个人走进来，他问我说：“哎、欸，少年呢？那个外面那台黑色宾士是你的吗？”我说：“我一样吃着泡面，说不好意思，不是我的。”然后我这个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无言，怎么我看起来很像有钱人嘛？然后我知道我这一次我就没有跟我妈讲，我知道如果我跟我妈讲，她大概又会说：“没有，其实你看起来不过就是喜欢乱停车的人这样子。”那我之前有，我为什么要把我就是我之前在读管理学和行销管理的笔记拍下来？其实那只是我众多的笔记之一啊。我读书一定会写笔记，诶，对我而言哦，如果我是拿着一本书这样，拿着一本书然后这样读过去，或许内容在讲什么，我可能很清楚这样，我可能就心里会知道。可是我可能没办法很清楚的去梳理或者是把它背下来，那对我而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写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认定我是一个有所谓的阅读障碍，但是我的阅读障碍是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要记在心里，就是我要能够很清楚去梳理它，或者是能够去把它记在心里面，我必须要一边写一边的去看一边写这样子。那这或许是一个读书方法，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没效率。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会念书的一个人，所以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推荐给大家的读书方法。那最近我的学生们大家都要考试，所以我在这边就是祝大家考试顺利，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到自己心中理想的高中，那或者是心中理想的大学。那今天因为真的有点小小的累，最近都有点小小的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补班补课搞得课程很乱，让我有点哇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最近拍的影片都比较简短了，就是大致上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还没有死掉这样。好，这样讲好像有点悲观，不过呢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大，人家都说春天后母星，那还是大家早晚要加件衣服。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晚安，拜拜。